那个两个外国友人都是精通英语吧？沙溢哥再精通英语，经过你也没关系了。精不精通英语？你看看第一半。我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赌注压在第一棒，我准备从第二棒开始。第一棒，棒。来，我们把第一轮的台词拿上来。哎呦，来播放片段。哦，他可以前面可以看。对。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我想喝肉末咖啡。来，传递开始。嗨嗨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啊？I'm fine, thank you. 还打招呼吗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I don't drink. I don't eat. Okay. I don't eat. Okay. I don't eat. I just want money. 好了好了 I want to. 这个 Okay. Drink. 不是没完事呢哦什么。没 no okay, no okay. Don't let no okay.懂了懂了 I want to 懂了快说什么喊的 coffee 手模不会说 hand coffee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I want to eat. Eat, eat. I want to drink. I don't drink. Again. I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Sleep.一起做啊你 sleep sleep 对啊对呀、啊、I don't 什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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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 go I don't eat you don't eat you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t drink water I don't water you don't eat you don't water yesI don't你 sleep sleep okay okay no problem all right no 没问题人家说I don't water hello hi I don't eat and I don't sleep and I don't water and I don't drink我不吃我不喝 And I don't sleep 我不睡 Yes Finish 没了没了 I don't eat I know Hungry I'm hungry too 好了小童你要说出的是这是哪部作品里哪个角色我不吃我不喝啊，我不睡这个情绪是对谁什么角色这个光说是肯定是不行的基本是不可能这怎么可能猜得到角色啊我不吃我不喝、哎啊、我不睡不应该还有一句是不是我不吃我不睡我就想要钱我就想要钱苏大强是吗这个很经典我不吃我不睡你就说这中间这英文怎么样吧中间这几个人的英文
就是完全把精髓讲出来了 ，water， 再加上我们细致入微的表演 ，I don't sleep， OK， 看到实力了，到你们了，来，请上这一轮的两位外国友人 ，Hello， 哇。来为杨迪播放视频片段。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牛夫人 Mandan 差不多可以啊，来传递开始。 Hello Hello I'm Lady I'm a ladyYou lady? Yes, I'm lady. Lady? Yes! When we watched the movie in the past, you called me sweetie. Call sweetie? Yes. Now you get a new number. Never. You called me Madame Bong. Madame Bong? Yes.Yesterday you called me sweetie. Now you called me Madame Bong. Yesterday sweetie, now Madame Bong. Yes. Okay, you know. Okay. 绝对 okay. Hello. Hi,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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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sweetie. Yesterday, my name is sweetie.Okay, my name is sweetie. And today my name is. Today my name is. M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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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weeti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哎，你可以回国了，谢谢。Yesterday, my name is sweetie. Yesterday, my name is sweetie. Yeah, sweetie. Okay. And today, they call me Molly. Molly. Okay, okay. 好了，好了，好了。他还挺自信的。Hi, my name is swee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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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 my name 的意思 ？Today, they call me Molly. Molly, M-O-L-L-Y. 好了 ，OK。琴日就叫你甜心，今日就叫你 Molly。英红姐啊，这个我觉得猜出来的概率几乎为零。来来来，您试试，您试试。昨天呢就叫我甜心，哎，啊，今天就叫我 Molly。昨天叫甜心，今天管我叫毛驴。别在那乱翻译，你这还是音译。给我一点一个名字。进入角色，你昨天叫我小甜甜，今天叫我小毛驴。没有这个。你昨天叫我小甜甜。哦，大话西游。对，就是那段。牛提神公主那个，哎呦，疼！我只能做到给对面一些提示。哇，三个字儿，黄晓明，脑袋疼，脑袋疼，脑袋疼。哦，不是啊，明哥，明哥，你坐着。这都是游戏，都是游戏啊！我激动了，我激动了。黄晓明是俄，是不是不是是外文啊？哦，外国语，黄晓明啊。黄晓明。How much 陈都灵？哎，啊？什么？什么？为什么是 how much？ How much 不太准，但是我实在我说不出来那个单词。Market 市场。Market 没市场。市场价。你们打开思维啊！这太难打开思维了。这个得参考一下今天的热搜啊。生菜选。咱们先剖析第一个字儿。黄晓明。这个是重点，黄，南，啥呀？
中外友人对小明哥的总结，有一个阶段是，有个阶段是，虽然形容的不准确，但是确实有这样一种声音叫，有卖菜。哇塞！有卖谁猜出来的？你给我坐下，坐下我不打你。我不该挨揍，他应该挨揍。他谁该挨揍？没事儿，我接受。哎，我不接受，是哪有一滴油？油麦才能想到我，你也是真的太厉害了。不是那仨字儿，我一个单词说不上来。看来我对你的这个印象是最深的。不是赶上那阵儿，我上网啊，明哥。我底下好多评论都我刷的，我小明哥才没有。你写的吧？不打自招。哎，这样，杨迪你也来帮一下，因为我觉得题目越来越难了。啊，来。他说的菜指的是你今天穿的像穿的这个太像的菜着装。哎呦呦呦呦呦呦！哇，这好难呐！这个难。How many words？ 几个字儿？五个字儿。Market 市场。土豆。Red。红色的西红柿。烤鸡蛋。西红柿首富。小宋周娟。说啥？他电影《西红柿》。西红柿首富。西红柿炒鸡蛋，真是太抱歉了，腾哥。油麦菜。谁突然油麦菜了？妍妍姐，这都过去多久了？真的是微醺了啊！第二组比划的是小明哥了啊。他是也说英语吗？英语是，也是。挑战开始。几个字？五个字。Fast， 快快，急急如律令，小宋答对。哦，怎么？急急如律令。哦，他要是这样了也行，换个零也行。啊，这就猜出急急如律令了。啊，厉害。Sky， 天。几个字儿，明哥？五个字儿。五个字儿。Sky。天打五雷轰。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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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天有不测风云。派。派。什么？天上掉馅饼。正确，小童。耶。我觉得天上掉圆珠绿。我发现这个题啊，就你英语一点不会也不行，英语太好也不行。太好肯定不行。这个容易。这个我很想说一个对的英文，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试试看喽。Journey to the West。西游记。看出来了吗，小童们，小童的英语可以啊，可以，看出来了，连西都知道。四个字。目瞪口呆，自戳双目。自戳双目，隐形眼镜大。Yes。小宋答对，双目失明。什么人啊？隐形眼镜啊。人是为了看见，你是为了看不见。他有一个出眼睛动作，人那是戴眼镜。哦。哦，这个英文里边它是一个俚语，叫 Speak of the Devil， 跟恶魔说话。就是替魔鬼。你看我沙哥，沙哥跟我一样。六个字。Demo 是那个什么魔鬼 ？Demo 是魔鬼啊 ！Demo 魔鬼什么魔鬼 ？Demo 不是看录像那个什么 Demo？Demo 小样啊，小样，瞧你那小样啊！Demo 就是阎王的意思，阎王。第一个字是 C， 看。say 说曹操道。对了，为什么跟阎王扯上关？外语里边是说阎王道。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队，太厉害。